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首先带您来看花莲，过去有许多的田地因为不曾纳入灌区而只能够砍田吃饭，尤其玉里镇面积达到250公顷的长梁有机专区是国内重要的有机生产但又经常缺水的区域，因此呢，农委会目前将针对专区进行扩大灌溉计划，加强当地有机农业的发展。玉里镇长梁里有250公顷的有机专区，它是全台面积最大的有机专区。不过因为这里位在水源下游，早期又缺乏水利设施，过去还曾发生农民抢水耕作的情况。加上最近天气炎热，玉里已经连续23天没有下雨，对农业生产产生很大威胁。只要有水源，只要有水源，花莲任何地区所需要的工程的农业灌溉工程经费绝对农委会立刻来做，所以我们不只是在灌护乡，我们在寿丰都已经在进行。我们不只是要把水补好，我们甚至要让所有在这块土地里面辛苦工作的农民收入要更好。总长18公里的水圳以及相关储水的设施，总经费超过1亿，预计未来将会有73户受惠，并且扩大灌溉面积达到300公顷，逐步缓解旱象频传的状况。你看，它已经修缮了大概6-7层了，水就来了，所以我这还用得到水。那以前这个状况是要水的时候没有水，都是干的；不要水的时候，像下大雨或者是台风的时候，这里就一片汪洋，水排不出去，灌水也没有，排水也不利。那所以他们做了调整之后，这里已经不会再会积水了。那现在正常的灌溉之后，可以到20万的水。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农民，你没有水的时候，大家会抢水，抢水就会产生很多纠纷、摩擦和纠纷，那才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收益那个是其实是可以慢慢提升的，而是水改善之后，可以让农民很和谐的就好好去种。也由于玉里长梁有机专区的总生产量达全国有机生产将近20%，是重要的有机示范区。这次扩大灌溉计划，除了原有农户之外，也会优先以自产自销农民以及非水稻种作为主题，加强国内有机农业的生产力。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